每个人一生中都有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，那就是找到属于自己的另一半。除了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剩下想说的只有数不尽的感谢。在工作上给我督促，也给我帮助；在家庭中给孩子照顾还有呵护，每个时刻都有你的温柔与坚强陪伴。亲爱的王先生，回想这一年从刚开始认识到在一起，满是惊喜。谢谢你靠近我，了解我，温暖我，治愈我，还有陪伴我。很幸运的是，我们没有因为一些琐碎的日常消磨掉彼此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你是我最愿意分享喜怒哀乐的人了。先来到我面前，好，拜年好了，好，谢谢。恭喜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白头偕老。谢谢。那我们有没有什么话想到未来来说？阿星，老婆，我爱你。哦，老公满意，满意，那就双双成双。谢谢，谢谢。新年快乐，千款想想，弟弟也是我新年的弟弟呢。虽然我们常常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吵架，最感谢的是你看透了我的坏脾气，还愿意无条件的先向我低头。恭喜你娶到了一个漂亮又可爱的新娘，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宝贝。先邀请到是我们的凤妮，来对唐妈妈说出你内心的话。爸爸妈妈，这阵子这个相处下来，那你们知道我一定会照顾好萱萱，对，那未来你们也不用担心，就是就算我们之后搬出去住了什么的啊，也都离很近，对，所以爸爸妈妈不用担心，我会照顾好萱萱。OK。那接下来就换萱萱的爸爸妈妈，两个一起哦，好好照顾好，互相体谅，哦。好好拼，好好照顾，好，我信任你。谢谢爸爸。不管有什么困难，都要一起度过，好，然后好好维持一个家庭。谢谢爸爸照顾，你最辛苦的就是你一个人要照顾我们四个女人。你现在都不用担心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一个很好的另外一半可以照顾我们，你可以开始放松了。所以就是未来你跟妈妈想要怎么样，想要做什么，想要去哪里都去都没有关系，就不用一直很辛苦在家。
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让我认识到不一样的自己。谢谢你的默默付出，不埋怨，你就是我的全世界。